大家早上好，又到了我们 Get Active First Light 的运动时间。今天我们将会坐在椅子上进行我们的运动。首先，先检查一下你的四周围，不要有障碍物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记得一定要穿鞋来保护我们的脚，好。然后呢，宽松的衣服，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呼吸和运动，好不好？记得选择椅子呢，一定要有椅背，然后四只脚呢不要有轮子，能够稳稳的在地板上，好不好？运动简单都很简单，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动起来，要开心，好不好？首先就是要热身，先把我们的身体给热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，我们做我们的颈部的热身，来，挺胸，背打直，眼睛看前面，来，我们头转去我们的右边，来，双手放在脚上，来，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非常好，来，慢慢的回到中间，来，现在我们去我们的左边，非常好，来，数一。三四五，非常好，来，慢慢的回到中间，一样的我们再去我们的右边，来，一三四五，来，慢慢的放松你的肩膀，去我们的左边，非常好，来，一三四五，非常好，来，回到中间，现在我们来头慢慢的往上，来，一三四五，非常好，来，慢慢来，眼睛往下看，看哪里，看地板，来，加油，一三四五，再来，现在要看哪里，看天花板，老师有听到你们在说 OK， 非常好，来，一三四五，接下来看哪里，一样看回地板，来，数一三四五，非常好，来，双手合起来，一样掌心往前推出去，来，一三四五，非常好，来，现在往哪里，往上推，非常好，来，加油，一三四五，来，回到中间，一样的，现在往前推出去，非常好，来，一三四五，现在往哪里呢，来，往上，来，推出去，非常好，来，一三四五，非常好，来，一样的，来，双手靠在你的背部 OK， 大概是屁股的上面，来，现在是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胸，来，眼睛记得往上看，好不好，来，准备好的话我们就把你的肩膀打开往上看，准备好了，来，一三四五，有没有感觉到这边真的是有在拉那个筋，有在拉的感觉，好不好，我们再做一次，来，数五下，非常好，来，一三四五，非常好，来，现在做我们的脚一样，来，脚右脚往前伸出去，来，手大概是
慢慢的往前靠好，来，准备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非常好，来，换脚，现在是我们的左脚，来，左脚往外延伸，手一样，大概是去碰到你的脚尖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非常好，来，最后一次，右脚，非常好，来，加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，OK， 来换脚，非常好，来，就一个右左脚，来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非常好，来，大概是双脚动一动，这就是我们的热身的运动了。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今天的主要的运动，好不好？记得，很多时候呢，尽量都双手紧握在你的椅子旁，好不好？背打直，挺胸，不要好像看电视机这样做得太轻松轻松，好不好？来，挺胸，看前面，背上好。第一个动作很简单，就是把你的脚尖给垫起来，然后把你的脚跟给提上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上下上下做十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双手放在你的大腿上，身体打直，看前面，准备开始，来，一，非常好，来，二，三，有没有感觉你小腿很酸很酸？四，对了对了，提高一点，五，来，动作放慢一点，六，慢慢的升上来，七，对了，就是这样，八，九，还有一下，来，加油，十，慢慢的把脚跟放下来，非常好，来，双脚动一动，还可以吗？可以的话，我们还有两次同样的动作，好不好？来，一样，可以的话，膝盖连贴在一起，来，准备把你的脚跟给提上来，一，非常好，来，二，对了，来，高一点，三，慢慢放下来，四，五，非常好，来，六，七，还可以吗？八，有没有保持呼吸？九，非常好，来，就一个十，太好了，来，一样，双脚动一动，还有一次同样的动作，可以吗？这个是大概是运动一下我们的小腿后侧的肌群，好不好？非常好，来，一样，双手在前面，挺胸，看前面，来，稳住你的核心，一，非常好，来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还可以哦，八，来，加油，还有两下，九，来，最后一个，高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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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，然后慢慢放下来，非常好，来，双脚动一动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组的动作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二个，很简单，一样，右脚，来，这个时候可以的话，双手紧握在椅子旁边，一样，挺胸，打直你的背，好不好？看前面，来，我们把脚提起来，上下，上下，好不好？做右脚，来，十下，可以吗？来，你可以稍微把你的屁股往前坐一点点，这样的话你比较有多活动的空间，好不好？来，紧握椅子的旁边，来，右脚，一，二，非常好，三，四，五，感觉到你的大腿，
六七八，对了，来还有两下，九，来最后一个十，轻轻的放下来，非常好。来，现在换成我们的左脚，一样的动作，把你的左脚给抬上来，可不可以？非常好，来，一、二，对了，三、四，保持呼吸，来，吸气吐气，五、六、七，很好，八、九，来，最后一次，十。非常好，来，双脚动一动，开始觉得你的大腿前侧非常非常的酸，有没有一点烧烧的感觉？哇，有点烫烫哦，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在运动这一块的肌群，好不好？来，举起来，紧握椅子的旁边，来，右脚，对了，右脚，提起来，一、二，非常好，三、四、五，动作做慢一点，好不好？六、七、八，非常好，最后两下，九，来，给我最后一个十 ，OK， 慢慢的放下来。对了，回到我们的左脚，好不好？挺胸，不要做了一下就放松，好不好？稳住你的核心，来，加油！一、二，非常好，三、四，还可以哦，五、六、七，对了，八、九，来，最后一个十，非常好，来，双脚动一动， OK， 我们加一点难度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时候当你脚抬起来的时候呢，不要踏在地板上，大概是差不多离地板一点点的时候，来，我们继续往上往下往上往下，地上脚板没有踩在地板上，好不好？来，一样十下，同样的动作，来，右脚准备开始，一，记得不要踩在地板上，二，对了，来，三，轻轻的放上去，又不要踩地，四，非常好，五，好好的控制你的脚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很酸，对不对？来，加油，最后一个十 ，OK， 放下来。现在回到我们的左脚，一样，记得什么呢？脚板不要踩在地板上，好不好？增加一点点的难度，来，加油，一、二，非常好，来，三、四。五，保持呼吸，来，吸气吐气，非常好，七，对了，就是保持这样的高度， OK， 来，九，最后一下，十，非常好，来，双脚动一动，这个时候脚的前面都很酸很酸，好不好？来，下一个动作呢很简单，来，就是把脚往外打开，就是提起你的膝盖，往外，往外踏一步，收回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就做了右脚、左脚十下的动作，好不好？来，一样，什么呢？双手握在椅子旁边，还有呢，老师很啰嗦哈，挺胸，看前面，来，右脚打开，非常好，二，非常好。三、四，记得脚抬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第六下，回去右脚，
抬起来，你七下，非常好，来加油，抬起来，放下去，来最后两下，非常好，最后一个，收回来，好了，来双脚动一动，这个是做我们的髋关节，好不好？开关，活动一下我们的髋关节，非常好，还可以吗？我们做同样的动作，再做一次。来，记得双手紧握，这个时候你真的是可以再往前做出来一点点，所以才可以活动空间大一点点，好不好？一样的，来，背打直，胸，来，一。二三四，来动作慢一点，五，非常好，六七八，对了对了，来九，来最后一个十，非常好，来双脚动一动，哇很酸哈、哦，有没有开始有点流汗？有啊，很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真正的在运动到，好不好？来同样的动作，髋关节开，好不好？紧握椅子旁边，非常好，来一二，非常好，来加油，三四五，对了就是这样，六七八，最后两下，九十，非常好，来双脚动一动，动一动，非常好，对呀，可以吗？来下一个动作一样，来就是右脚我们抬起来，可以吗？把你的小腿往外延伸，抬起来，来一，这样二，可以吗？从旁边你看的话就是脚抬起来，记得你的脚尖朝上，然后脚跟往外推的感觉，好不好？一样，来紧握椅子旁边，从我们的右脚开始，来伸起来，一二，非常好，来三四，有没有把脚跟往前推？五，坐直，六七，非常好，来加油，八九十，哇哇哇，有没有真的是觉得一样大腿在运动，好不好？来现在左脚挺胸，看前面，来一二，非常好，来三四五六七八，非常好，来九十，哇，来双脚动一动，动一动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还可以哈、哦，一样，再做两次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记得在运动的时候呢，要一直不直不停的保持呼吸，吸气吐气。如果有点不舒服的话，开始头晕的话，停下来，当你遇到可以的话呢，继续，好不好？来一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哇哇哇哇，来九，最后一个，来十，真的很有感觉，老师也知道。Okay, 来，左脚还可以吗？可以哈、哦，身体开始真的都热起来了。来，加油，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很好，七、八、九，最后一下来，十，来哇，双脚动一动，我们还没有完成，我们还有一样，同样的动作还要再做一次，真的是今天都在做我们的大腿和旁边小腿，整个脚都的肌群都在运作，好不好？好好的加强我们的这几组肌肉的那个能量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回到我们的右脚，一样握哪里？握椅子的旁边，来加油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快完成了。五、六，还好吗？七、八，最后两个。九、十，还有我们一组左脚 ，OK， 还好。等一下我就给你们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，好不好？来，加油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哇，非常好，来，双脚动一动，我们休息一个30秒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到一分钟，大概这个时候你可以抹一抹汗，可以喝一口水，然后让身体动一动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就会做我们的上半身、手臂、肩膀的运动，好不好？记得要不停的动一动，不要马上就哦。现在我们是坐下来，坐下来的时候，也同时双脚动一动，双手动一动，左右摇摆，好不好？或者往前往后，不停的摆动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心跳能够继续的保持这样的频率。接下来非常简单，双手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回来做我们的上半身的运动。来，双手往上往下，大概是到了你的肩膀的高度，然后就慢慢的往下收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一样从旁边伸起来，坐直看前面，来，准备开始，来，一，非常好，二，对了，就是这样，来，三，有没有好像在飞的感觉？四、五，飞不起来，因为坐住了。OK， 六，来，七、八，非常好，九，来，最后一个，十，慢慢的放下来。OK， 这个时候。身体动一动，肩膀转一转，好不好？ OK， 一样的动作我们还有2次，这个时候真的是在做我们的肩膀这一块的肌肉，把这块的肌肉给增加它的力量，你晒衣服的时候也不会有问题，好不好？来，加油，准备开始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非常好，四，挺胸看前面，五，六，好，深呼吸，吸气吐气，来，跟着老师一起喊拍子 ，OK， 八，九，十，你们要一起喊拍子。这样的话你们就能够呼吸到，因为你们跟着拍子一喊的话，你们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吸气吐气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，同时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肩膀的动作，可以吗？还好啊，来，加油，双手
往旁边开始来，升起来，一，对了，看前面，二，三，身体拉直好不好？来，四，五，六，非常好，来，七，八，九，来，最后一下，十，非常好，来，双手转一转，放轻松，可以吗？先转一转，非常好，来，还有什么动作呢？一样，来，现在是双手往上举起来。有的时候你在厨房里要把有东西杯子啦，要放在柜子上面啦，这些之类的，都是很多时候都用在你肩膀的力量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加强一下这块这肩膀的肌肉呢，所以你上次放上放下的动作的话就比较轻松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一样，不要你握紧拳头，大概手大概是肩膀的高度，我们往上举起来，然后就放下来，上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哈、哦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双手举起，紧握拳头，背站好，来，掌心往前，准备，一，举起来，放下来，非常好。二，三，对了，来，四，五，六，有没有觉得很酸的感觉？七，来，稳住你的核心，八，身体延伸起来，最后一下，十，放下来， OK， 放轻松，肩膀放轻松，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样的动作我们再重复两次，好不好？时候你真的觉得整块整个肩膀都很酸很酸，好不好？来，一样，紧握拳头，手往上举起来，一，然后轻轻的慢慢的放下来，非常好。来，二，对了，就是这样，慢慢的升上去，好，慢慢的放下来。来，四，非常好。五，有没有保持呼吸啊？六，举上去的时候来吸气，放下来的时候慢慢的吐气，非常好。七，非常好，来，加油。八，九，来，最后一下。十，非常好，可以吗？还可以哈。来，跟老师做最后一次这个动作，然后我们今天的运动就完成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双手紧握拳头，来，准备，一，非常好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非常好，来，七，八，九，来，最后一个，十，放下来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你们都做得很好，开心吗？很开心哈，身体都热起来了，也好好的运动做，运动起来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做一做我们拉筋的动作，先放松一下我们的颈项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颈项都很僵硬，好不好？来，一样，来，头慢慢的靠去你的右边，轻轻的按下去，非常好，眼睛看前面，对了，非常好，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非常好，来，左边看前面，准备，肩膀放轻松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来，回到我们的右边，非常好，来，准备，一，二，三，
四五，还好哦。来，左边，对了，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双手放在我们的肩膀，来，往从后面往前转，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往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一样往前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往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手臂，右手伸直，按下去。如果不可以的话，最重要的是脚手一定要打直，然后轻轻的按下去，好不好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换手，非常好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准备，右手，非常好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最后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抱起你的右脚，抱起来，来，一、二，身体打直哈，四、五，非常好，来，左脚，身体直，靠前面，来，提起来，抱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非常好，来，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换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右脚伸出去，来，一样，手指，手往前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非常好，来，换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最后两个，来，右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非常好，来，左脚，最后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深呼吸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次深呼吸。今天的运动就是这样了，就是坐住椅子做进行我们的运动，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运动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最重要的是要做得开心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和给我们个赞，然后你可以看回以前的视频，下面都会有以前的视频，都可以继续的观赏，好不好？希望我们下次再见面， OK， 再见了。